各位龙圈圈的朋友大家好，现在赖场要跟各位做介绍的呢，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无敌铁金刚 Z 马金刚 Zeto。 那这个呢，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些细节的特写。各位可以看到说呢，墨线的部分呢，在蓝色的地方呢，赖场是上了银色，那黑色的地方是上金色，那银色的地方呢是上透明红，好，那红色的地方呢上的是黑色。那现在各位看到的呢，就是它的一些细节。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它的一些细节刻线呢，在电影里面 Infinity 版本的刻线呢是相当多的，那整体的机械感呢也更加的沉重一些，就是满满的机械感。好，那很多人呢在这上面呢会有做一些改色啊等等的，或是呢亮喷一些金属色亮光漆等等的。那赖场呢是另外呢就是帮他用不同的墨线呢来把层次呢做得更多一些。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呢，就是像这样子上了墨线之后呢，的确呢机体呢会更加的有层次。好，那特别呢是赖场觉得这个银色的底呢上了这个透明红的这个墨线呢，还有一些稍微的补色呢，看起来呢会更加的帅气。那黑色的地方用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墨线呢，其实是用涂装上去的，再把周围的刮掉。那另外呢，由于就是田宫的金色呢，正金色呢，它是没有办法用X20呢涂掉的，所以都是用牙签刮的。那想要用金色的朋友们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它的金色能不能被溶剂给擦拭。那另外呢，在他的肩膀这边呢，赖赏呢有用了就是海绵砂石的打磨。那一开始打磨用意呢，是要把多余的这个金色的漆呢把它磨掉。那后来呢，就是两个肩膀呢就统一呢全部都用打那个 3M 的海绵砂石呢来打磨。好，那这样子做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具有特色。那喜欢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参照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如果你不擅长补色，然后改造或是喷灌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试着用这些墨线的区别呢，来为自己的无敌铁金刚呢增加一些特色。好，那无敌铁金刚呢，在这一次的呈现呢，赖赏呢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因为它的可动性呢蛮高的。那基本上呢，电影里面的动作呢是几乎都可以摆出来的。那唯一呢稍微可惜一点点的，其实这也不算是缺点，就是他呢没有办法做出像钢铁人那样子的就是英雄式落地。好，那他在做英雄式落地的时候呢，要有一点就是他在脚步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呢，他是必须呢先把腿部的这个地方呢往下拉，然后呢才能够就是做动作。好，那你如果没有往下拉的话呢，基本上就一定会被干涉到，一定呢没有办法动。所以呢，你要做动作的时候呢，腿部要做动作的时候，髋关节这边一定要把它往下拉，才能够做动作。这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地方，不然你会觉得，怎么好像可动性没有说的那么好？好，就是在于这一点。好，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呢，也是相当的帅气。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如果各位有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两边的墨线不一样。是因为呢，就是这一块呢是装上去的零件，那这一面呢，它是整片都是完整的零件。那各位在组装的时候呢，一定会发现到这点有一些不同。所以呢，在上墨线的时候呢，它的这墨线呢，有时候会被零件的这个缝隙呢吸进去，那也就导致说呢，这两边的墨线呢看起来会有稍微一点不同。那除非说呢，你要全部都用补色的方式呢来涂装，也是可以尝试看看的。好，这个呢就是有就是这几个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那这一次的无敌铁金刚它其实是有附一个脚架，只是呢赖场呢在这边呢没有把它另外来做使用，因为无敌铁金刚它的
原本模型本身的支撑性呢就相当的好了，赖场就没有另外用脚架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用照片呢来跟各位展示一下它的一些帅气的细节，还有呢更多精彩的动作的照片。好，那想要第一手知道 YouTube 的话呢，可以到 LGH， 也就是 LGH YouTube 频道呢按订阅支持我们一下。那想要第一手知道里面讯息的朋友们呢，也别忘了到赖场 Gamehouse 的 Facebook 按赞。那今天无敌铁金刚 Zeto 嘛，金刚 Zeto 的完成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各位 LGH 的朋友，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